不要离开我，好不好？不，不要这样。相忘江湖，江湖如梦。今天我们介绍风云中最意难平的角色独孤梦。独孤梦无双成土，独孤一方的女儿，为父报仇接近聂风，却不能自拔的爱上了聂风，最终和聂风相忘于江湖。独孤梦本是无双城千金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，可是聂风的到来让无双城彻底瓦解，父亲独孤一方也被聂风斩杀。从此独孤梦便踏上了寻找聂风为父报仇之路，只是他也知道自己的武功不可能战胜聂风，但是独孤梦义无反顾。终于老天给了他一次机会，凤溪村一战，聂风眼睛受伤，在第二梦的照顾下伤势痊愈。痊愈后的聂风四处寻找梦，一次机缘巧合，误将独孤梦认为是聂风心中的那个梦。独孤梦知道机会来了，假意自己就是照顾聂风的那个梦，便和聂风朝夕相处，伺机报仇。在几次要动手的时候都被第二梦暗中阻止，独孤梦知道要尽快行动才行。可是在与聂风相处的过程，他发现聂风心存善良，阳光帅气，自己竟然对聂风产生了好感。独孤梦暗下决心，绝不能对杀父仇人有任何心存侥幸。就在独孤梦下定决心动手的时候，第二梦出面阻止了他。第二梦一直暗中观察他们，第二梦因自己样貌丑陋不敢面对聂风，希望独孤梦代替自己成为聂风心中的那个梦，所以第二梦带着独孤梦去了剑宗遗址，讲述了当年剑宗掌门剑慧为了保护儿子破军的名声，施展回天兵诀冰封在场高手的事情，其中就有独孤梦真正的父亲独孤一方。到这里独孤梦才知道和自己相处多年的父亲居然是假的，那么聂风也就不是独孤梦的杀父仇人，他可以放下心中包袱和聂风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。第二梦也拜托独孤梦照顾好聂风，可是独孤梦在与聂风相处的时候虽然感受到了聂风浓烈的爱意，但是他始终觉得那爱情不是自己的，这不是他想要的，所以独孤梦还是和聂风说出实情，希望可以得到聂风真正的爱。可是聂风得知第二梦才是他心中那个梦之后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独孤梦。电视剧中独孤梦回到了生死门，原来他是第一邪皇的徒弟，在聂风为习魔刀来到生死门的时候，是独孤梦为他们引路，邪皇本不想传授魔刀，也是独孤梦为其游说聂风才习得魔刀。可是在聂风魔刀出城之际，独孤梦被第二刀皇误伤倒进血池，聂风抱着独孤梦飞出血池，手持血引施展魔刀将第二刀皇彻底打服，而后便抱着独孤梦飞下悬崖，独孤梦也自此下线。漫画中独孤梦最终结局是不知所踪，在被聂风拒绝之后，独孤梦回到了无双城，此时无双城由独孤明掌管，酒神入侵中原之后无双城被破，独孤梦也不知所踪了。聂风一直以为独孤梦已经遇害，直到第二部中聂风被破军打伤，等醒来之后发现身处一个木屋中，里面有各种生活必需品，还有一封信，打开之后发现是独孤梦留下的信函。原来独孤梦救下聂风之后，不等聂风醒过来便离开了，他爱聂风，却也知道聂风并不属于自己，所以不必为自己增添过多的麻烦。聂风在知道独孤梦还活着之后，希望和独孤梦叙叙旧，在木屋等了几天也不见独孤梦回来，也只好带着遗憾离开了木屋。自此独孤梦再无任何消息，他和聂风真正做到了相忘于江湖。他的人生也是十分可怜，朝夕相处的爹不是亲爹，亲哥又是一个好大喜功之人，喜欢的人对自己是那么绝情。人说江湖如梦，梦如人生，这也许就是独孤梦该有的人生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